2019年 DSE 第三条，他说哪个呢不牵涉这个Redox。如果大家有印象啦，听人你识咁耐 cam 啦，究竟 Redox 是什么意思啊 ？Redox 咧就是那个 transfer of electron 咯。咁一路 transfer 嘅时候咧，有个系咪肥咗电子嘅？肥咗电子咧，我个 P 系咪会多个 E 一粒嘅？咁我哋嗰个咧个 charge 就会升咗。咁啊 ，oxidation number 咧都会升。咁我唔讲咁多啦。总之 ，Redox 就系一只叫 RA 嘅嘢，佢中意放电子嘅。放完电子之后咧，个 charge 就会升咗。咁另一隻收電子呢個 charge 就會跌咗，我哋可以直接計佢個 oxidation number 有冇喐囉。 oxidation number 就係最快知道係咪 redox 嘅方法。哎呀食蕉啦 Sir， 下面四個都冇反，唔係反應式嚟嘅，我點知係咪 redox 呢？咁但係你可以運用一啲小智慧㗎嘛，例如話俾你睇睇先，最尾個啦，最易嗰、那個最尾個最易嘅，例如話國家人我哋有一個叫做 catalytic converter 呢，掂到呢個 NO 啦會變咩嘢NOX 嗰只，有冇印象啊？原来呢个车咧会喷三样衰嘢嘅，一氧化碳 CONO 同埋 CXHY， 掂到呢啲 catalytic converter 啲 catalyst 咧就会转咗做三只正常嘢 ，CO2 同埋水同埋 N2 嘛。系，咁我哋即刻有呢条色啦。哎呀，睇下有冇喐先，有啦 ，O 当负二，正二 N 零，咁咪跌咗啊。所以呢个系 redox 咯 ，tick， 但系今次唔系 redox 啊嘛，所以咧。呢、这个唔得啦，最尾一个，咁第一个唔使讲啦，第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未学过，不过你都知道咧，酒精系咪呢个？酒精，红酒啊变做酸咧，就系咁嘅样嘅。咁呢个大家都知道叫做 oxidation 噶啦，其实咧就系嗰只酒精就 RA 咯，梅原上只 OA 咯，咁你只 RA 就 is oxidized 咯，加咗个 O 落去咯，咁啊呢个系 redox 啦，咁你即系。你唔识 cam 都知啊，酒变酸就氧化啦，我都识啦。之后 combustion 咧，呢、这个咧我俾个 tips 大家啦。你识呢、这个 combustion 咪即系 CH4 啊，跟住变 CO2 噶，系咪？你计下个嗱，虽然冇教过你计呢啲啊，但系你都可以写个计法出笑乜嘢啊？黐线佬，惊啊！啲好变态，冇得笑。H 呢个咧就当正一 ，C 咧就系负四。这个呢个 O 咪当负二啊，呢咪正四咯。咪见到咧，我哋嗰个 oxidation number 喐咗噶，所以咧呢、这个都系 redox 噶。不过到时使乜咁复杂咧？就其实睇个 B 就已经系噶啦。Rust 咧加酸咧，其实系咪即系啊 ？Tegan 啊 ，Rust 系咩化学嘅啊物质啊 ？Fe2O3.NH2O 嘛。咁其实你唔使理呢个嘅，溶咗落酸之后冇咗一嚿。咁呢个咪啊 metal oxide 叫做碱噶嘛？跟住加酸，咁如果你有读过 cam 咁耐咧，都知咧酸加碱咧，里面个 oxidation number 一啲都冇喐过噶 ，Na 正就 Na 正 ，H 就系正一 ，O 就负二，冇喐过，所以答案咧就系 B 啦。呢条有啲奇怪嘅，不过咧都可以运用你啲小智慧咧可以做到嘅。答案就系 B 第三条。